本制造的女机器人走红，内部结构让人震惊，实在是太逼真了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人们的科技技术越来越发达，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慢慢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最近就听说日本又发明了一款美女机器人，刚一上架就被人们抢购一空。了解后我们得知，日本的这款机器人不仅工艺水平极高，而且仿真技术也十分逼真。机器人的外形不仅采用了硅胶打造，在它的内部还安装了智能芯片，能够与人类进行实时对话，还能够替主人承担家务。所以这款机器人一上市便受到了大量男性的抢购，毕竟现在男女比例失调严重，很多男性都不一定能娶得到老婆。这款机器人的出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。而且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定制外形，还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设置性格、声音等等，可以说是为顾客贴身打造的机器人。对此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